韩国瑜在三大报特别发布半版广告，成真选举的108招奥步，甚至上头还备有 QR code， 只要透过手机轻松一扫，按一下便能登录页面。用 QR code 一扫登录页面，轻松口吻写道：“尽管我非常不愿意以小人之心，但现实很骨感。”大开玩笑，强调这些日子以来，大家也看到各式千奇百怪的奥步出现，因此征求好朋友的奥步防范建议，欢迎最稀奇古怪、最不可思议、最防微杜渐的想法提到我们这边。那么为了避免这些不实讯息可能会在最后这一周影响到选情，因此我们就特别想出了要召集选举奥博108招的这个活动，希望各位支持者能够集思广益，透过酷手创意让打击抹黑也能变得有趣，同时加上 QR code 再瞄准青年人胃口。而韩国瑜的官方 LINE 特别注明，截至6号晚间6点为止，届时将会开会讨论，并且在7号一早公布入选名单，最终将由韩国瑜亲自挑选出前五名，而在1月9号的凯道胜利晚会上亲自颁发奖项。最有想法甚至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前五名，会邀请你呢，在这个1月9号，也就是我们凯道造势的这一天呢，会邀请你特别到造势的舞台上面，那么由韩市长是韩总统候选人亲自的来颁奖。用幽默口吻，韩国瑜讥讽民进党抹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面对选战最后倒数，势必得步步为营，呼吁支持者一同守护，迈向最终胜利。记者张朝臣、张宇轩台报道。